说真的，我是真的有点把你们给忘了。我今晚上做的那个，我好像有点找到感觉的那个晕染。我这个买了很久，我今天晚上我才用到。哇，这个真的是漂亮到一会儿我做完的时候要你们流口水的地步。这个是苍蓝的，带一点点玻璃纸，太漂亮了。我一会儿弄完了给你们看一下我做的晕染。我跟老板娘说了，那个要是不让我自由发挥一点的话，我就不给他做了。然后他说我觉得好看我就做。你看这个还没打磨完啊，还没开始上那个，对，还没开始上水彩。哦，有人问这首歌的 BGM 啊，这首歌的 BGM 就叫 Young and Beautiful， Young and Beautiful 是那个了不起的，盖茨比的那个，算是电影里面的一个片尾曲吧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真的是完美，一会儿弄完了以后给你们看看。这个是半成品啊，还没有上面那一层，这只也要打磨，然后一起上。这个是上了加固胶的样子，它要上了那个彩绘胶，它才会有一点点的那个，才会有那个层次感。现在虽然说现在的层次感已经很明显了。昨天丝线弄了一半哦，我今晚上做完这个以后我继续抽线啊。什么？我今晚爆照，爆你个头啊照！
啊，心情很好啊。嗯，感觉这个膜没了。对，哪感觉我暴躁啊？日常就这个样子，没有，昨天的那个分批上传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啊，现在正在上传中，我剪成了上中下。哎，我跟你们今晚上，我一边磨一边说一个让我真的挺无语的事情。我说了，你们去看阿姆的那个笑话的话，我有时候觉得你没有办法判断一些常识的时候，我宁愿你不看，好不好？看人家笑话变成了看自己笑话，就是你懂吗？你知道我们有些宝贝真的是，就是本来是去看笑话的，结果自己是个镜小丑，竟是自己。呀，我都瞬间不知道怎么吐槽。讲道理啊，不是我吐槽啊，咱国家的一个那个知识版权，有时候我是也让我挺无语的。那个，你看，我跟你讲啊，特别是哪种霸王条款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，只是你们没有留意到呢？一个是音乐版权，还有一个是小说版权，这两个是我见过最霸道的一个霸王条约。为什么？因为平台跟音乐公司，它就那几样，懂吗？因为玩音乐的都烧钱，出专辑的时候的话，你确实是得需要一个音乐公司那边，特别是你签约的，还是你的经纪公司来出这个专辑类型的。你要知道哦，哪怕歌是你写的，音乐版权也是在公司手上。音乐版权也是在人家手上，就是就像那个离你们最近的就是小说，因为现在，磨着我都把我栗子给磨到哪去了？咦，是吧？哎，怎么你看磨着磨不见了？哎，是吧？去到哪里去了？呀！我听咕咚一声去到哪里了，他怎么咕咚一声不见了，怎么磨着把我的甲片给磨没了，就你买人才真的是。对啊，真的就我真他娘是个人才，怎么磨着咕咚一声我的甲片没了。哎呦，找到了。你是不是有没有脑子嘛？那你想想看哦，我先不说你连一点的那种法律常识没有也就算了，那你妈身上有那么多案子，为什么大妈他们那边就是音乐版权出来呢？有时候就是觉得很离谱也就算了，讲道理啊，你妈所有的歌曲。所有的歌曲没有一首歌的版权是他自己的，你去看他以前的合作公司啊，版权在他以前的合作音乐公司上面，如果说是有合作的话，这个歌是可以继续唱的啊。真的别那么小白好吧，真的是尬的要死。好不好消息的这个事情，我前几天直播的时候我都说有好事了，哎，真的是，哎，你们这乱爱想，那我也没办法啊，真的，真就这么喜欢在我这里越过积分，我也没办法啊，就是老把我话当耳边风，我也没办法啊。
那你自己就在你焦虑的时候就不要来找我吐槽嘛，真的是要不要来问我这是真是假，我都很想问你是猪吗，是不是很礼貌，我很礼貌是在直播的时候吐，没有说明是谁，我要我直接回你的时候会让你我估计你都能把我拉黑。哎，跟那个什么音乐版权有什么关系，你妈身上那么多版权的问题，讲道理影视版权跟他也没关系，音乐版权跟他也没有关系，为什么说这个，哎，也不知道你们哪里去看的那些脑包。他真的真的想知道。等一下我去装个水，我的水彩笔。人家哪里是按照你们这边来做什么的，人家从之后就没有把目标瞄向你们啊，讲道理啊，我不觉得这些就是这么白目的一些东西能在我们家这边占便宜，人家出讲道理目标也不是你们，我只是没想到你们去看笑话的时候把自己就是懂吗，小丑竟是你自己，我也是没办法的好不好，你自己做小丑我跟我没关系的哈。我反正不怎么留意那边，我这些都是别人发我的。来这里问你说，阿姐是不是真的那种？哎，真的，版权这东西。什么？哎。懂吗，以后你们再问我这些问题，我只能说我尊重命运了好不好。那我就只能说是尊重命运了，真的是，你不要再问我是真是假了，我有时候因为问这种问题就问的我就一脸无语。什么？
等一下啊，我在做晕染。什么什么？昨天睡着了，哎，没那主要是也没干嘛呀。这你们是不是真的老以为我每天做了什么让你们错过的事情啊？对啊，你们姐夫今天改看电视了，改看电影了。对啊，再也不开小视频吐槽，荼毒我们了。谁不作弊啊？你儿子这么聪明，将来一定出人头地。要是那样，就谢天谢地了。哥，给他买东西是吧？对对，你不要给那么多。行啊，给他交书本费、教学费好了，赶快开动。今天我走运了。啊，完美。对，晾干一点点的时候，就直接上封城。哎，你们要不真的也下个什么 YY， 然后那个，到时干脆我们直接开房间，让你们一堆人上麦，然后叽叽喳喳的，然后这个我那个标题直接写菜市场直播。对啊，你玩剑三的基本上都有。对啊，关键是多人开麦。
当时都黄冠了。对啊，那个 YY 语音，本来三个人一台戏，我们上去几十个人一台戏，真的是。什么？饺子，工具人，工具人，一块钱。对啊，饺子饺子，工具人，长公主啊，谁在呀？快点上来给我做一下工具人。我来了，我走了。哦、，Thank you， 宝贝儿。OK， 一块钱到手。怎么，阿姐今天传出的消息真的是假？不要问我那种什么音乐版权的事情。跟你讲，你要是问那个音乐版权的问题的话，我直接把你想把那个知识产权那个东西直接塞你嘴里面去。懂不？真的问那种什么音乐的那种什么版权的什么赔偿那种的话哦，我跟你讲，真的知识产权这个书直接塞你嘴里。真的是暴躁。对啊，咱们就那个知识产就讲道理，那个歌的极少数的那种知识，就是归属权是属于歌手的那一种的，怎么可能会说跟那个版权这边有纠纷的时候的话，会觉得你妈这边有钱呢？真的是，你看一下哪一首歌是属于他的，哎。对啊，还问我刚开播的时候刚怼了一顿。没有啊，你们姐夫在看《长江七号》。
什么东西？版权这个东西，讲道理，一般正常情况下面，除非是自己歌手开工作室，或者是自己注册公司的时候，自己做专辑，音乐版权才会在自己手上。但是正常情况下，如果说是不出意外，大多数歌手的那个音乐的版权，基本上是在经纪公司那里，基本上是在经纪公司那里的。所以的话，基本上如果说是那个。讲道理，就像你妈一样，你妈的所有的音乐是别人作词作曲，然后是跟音乐公司那边做合作的，所以其实版权也不在她这里的。就算是有一个版权纠纷，就是赔不赔钱，跟她也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你就像现在，就是有人侵权江南。唱江南的时候侵权江南被罚了个十几20万，你看这个钱，你问林俊杰，你问一下林俊杰他有没有这笔钱，真的是，对啊，烧猪不是因为唱林俊杰的歌，然后被罚了10万吗？那你问一下钱林俊杰拿了没有，真的是，人家烧猪还跟林俊杰认识嘞，好漂亮。低奢，这个在阳光下面真的好漂亮。他只是在合作期间，知道吗？这个歌他发行的时候他是有钱的，知道吗？发行音乐售卖权，知道什么叫售卖权吗？售卖权的话，这一块你妈他是有分成的，他并不是所有都是他的，他是有分成，懂不懂？他是有分成。但是如果说是什么收什么版权呐、啊，或者是卖什么版权，卖什么版权，人家交版权费的时候是给的是那个音乐公司他所在的那个音乐公司，因为音乐版权基本上一般都是公司的，我跟你讲，对啊，你一旦你这个歌手要跟这个公司解约的时候的话，你就不能再唱这个歌了。对啊，你想要你只能买回来，知道吗？花钱买回来。像张韶涵的好多歌都是自己买回来的啊，不是张韶涵，是王心凌。王心凌的好多歌，她之所以能唱，是因为她以前她解约的时候，她就已经把她的歌的版权给买回来了。名字拿回来了吗？不是有什么名字吗？你是想问谁的名字啊？你是想问谁的名字啊？啊，你妈身份证上面名字就叫张哲瀚，她需要拿回来吗？啊，真的是，又不是艺名。哦，苏打绿名字已经拿不回来。现在好多歌也是在打官司啊，好多歌的版权也是在打官司啊，赢不了的，我跟你讲。你看苏打绿以前的好多专辑的歌，全部都是在那个，全部在以前前公司。那你去问一下以前的小宇宙这些歌还能拿回来吗？拿不回来的。对啊，你
好多那那我跟你讲艺人呐、啊、哦，可以的话最好不要取艺名，你保准哪一天跟经纪公司闹翻，闹翻的话你这个名字连名字都没有。像邓紫棋，是不是邓紫棋原本的时候不叫邓紫棋啊？他妈的名字还得花大价钱买回来，真的是。哦，名字拿回来了是吧？歌没拿回来是吧？哎，真的是，他歌好像是拿不回来的。S.H.E 以前的歌就不能唱啊？你都拿你个头，你都拿，起码小宇宙没拿回来，拿你个头，小宇宙我都没拿回来。现在小宇宙在各大音乐版权上面的时候，还不是原版的，都是变奏版的，还跟我说拿回来。我真的很喜欢小宇宙，好吧，我喜欢小宇宙，喜欢超过那个什么，超过小情歌。现在我记得好像用的是新名字来着，哪里有什么和解的，真的是钱这种东西在钱面前就不要谈什么感情。左右哎哎哎，左右右是五号，右就是下边，就是这个。再做两只，这个是多做出来白送的啊。讨论可以了啦，但是不要再打名字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再打名字了，那不要天天就莫名其妙给饺子增加工作量。好吧，聊可以，不要打名字，老规矩。所以你们知道他是这个样子就行了，真的是，哪来的什么赢不赢的，真的跟他有什么关系呀、啊？真的，大妈能不能
说下，告诉一下母他们，说泽汉这边到底有没有立案？烦死他！是不是？你这是想那个割韭菜不容易。有声音的，怎么可能会没声音？我又没关，是不是？真的想维稳还不容易，直接说你妈立案没立案，真是光明正大的在微博提示他名字，好不好？再让那个假人在国内互联网这里当着你们面喊说一句，我是张哲瀚。这比发什么物料迂回什么的都靠谱。不是惨不惨的问题，而是根本就不敢提他，好不好？真的是。那我稍微声音再小一点啊，直播间里面都是你这个声音。啊，你放这个声音有点大的话，我说话都不自觉的要加大声音了，真的是搞到人家，搞到别人家都觉得耳朵要聋了，对不？啊，听话啊。我一会好棒耶，气死。对呀、啊、这他我记得发过来给我就是那个大妈说的呀，真的是，哎呀。我都说了，你们去看人家笑话去看就算了，不要拿这种脑残的东西来问我，好不好？真的是，我没 K 你都已经算是很尊重你了。妈，我没 K 你，我都算是尊重你了。什么？我最近变温柔？不是，我只是不想回而已。真的，私信真的很多，我也有看的，我只是选择性回不回而已。但是有一些是真的没空看，真的很多。我看的都是顶在前面的，然后一转头还没看完呢，一看又一去后台又来新的了。所以也不是故意不看你们的私信，是真正的，看个私信都想 都要劈成两半才能看完。再上传啊！我简称的上中下啊。会会会，哎，
你们姐夫在看星爷呀、啊？弄完这个就可以好好的。什么？你，我经常一抬头，你们又飙到哪里去了？对，你们姐夫在看什么《壮人苏乞儿》？I love you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很喜欢这首歌，就是。Young and Beautiful， 就是听了很久的，但是每次听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能把自己给听 emo。我是会隔一段时间听，我并不会经常听。没办法，你总不能把你姐夫给踹出去吧？干，总不能把你姐夫给踹出去呀？
大姐什么都没说。好，放心好不好？来的时候都得问一下阿姐说了什么，什么都没说。怎么？等一下啊，我弄完这几个了以后，我们就开始聊天啊，这个很快的。什么？今天美甲这么快结束，只剩下两只啊，一只两只。对啊，边做就是一口气做，因为有方向了以后就很快。一个是奥特曼贴纸是吗？还有，哎，什么东西来着？妈妈，我刚说你，你在手机上吗？妈妈，个魔方参加。你说清楚是什么魔方？是手里面转的那种吗？那个魔方还有一个奥特曼的贴纸是吗？你们怎么记得这么清楚？真的是。我靠，接电话耶！等一下啊。
频，视频，视频。等一下哈。你在床上啦？怎么躺在床上了？那你说那个公主裙的贴纸是不是上次爸爸给你买的那个？啊？是爸爸给你买的那个吗？你没有拿，你没有拿。我记得我回来的时候，你在明明在桌子上面跟。什么？不是，他说到底是魔方还是什么？妈妈，你说清楚点啊！那你那个魔方是什么魔方？你说清楚呢？这个就不叫魔方啊，这个叫模型啊，牛牛。对啊，这叫模型啊。那魔方是那一种四四方方的，它每一个面都有一个颜色嘛，它是一颗一颗的，然后是这么转的，然后转的时候把它给转到一起的那种叫魔方。妈呀，妈妈，你说的我更听不懂啦。是哪个？等一下，玉波，你暂停一下下，你听一下，妞妞他这边说是要什么？我是不是年纪大有点 out 了？他说的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不是，什么是各种什么七巧板吗？也是吗？是吧？你等一下哈，妈妈问一下弹幕，这个是说的是什么啊？你们懂他说的是什么？魔方也有三角形的。那你有没有那种样板给我看一下呀、啊？牛牛，这妈妈都多少年没碰过这种东西，你说什么我都不明白。街上有没有卖呀、啊？没有，超市都没有。超市都没有。超市上面没有。你爸爸去干嘛了？说那个超市的老板啊，你这里没有这个卖啊，不能给你买新品啊。你们那疫情好点没有啊？现在好像还是要一直要做核酸吗？你就这么嫌弃范景月？什么？行吧，我知道了啊。行了，挂了，爸，我知道了。行，我上去帮你找，我上去帮你找，好吧？那群都是废物的。
我去帮你找。好的好的，来，拜拜拜拜，你去睡吧啊，拜拜拜拜，我去找找啊，嗯，拜拜。你让你让你爸爸注意一点呐、啊。对啊，怎么抬脚起来呢？你跟他说，小内内都看见了，羞羞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好拜拜拜拜，哎。让他盖被子，真的是都看到那个大腿叉了，真的是，拜拜。对，帮他把那个被子给拉上去，把那个被子给 把那个被子给拉上去。你跟他说，穿短裤的时候就不要抬腿，就不要抬腿啊，抬腿就胖尺也不穿。哎，对，拉上去，盖住，你说看到他屁屁了，对，盖住。坐上去，对，噗就直接坐上去，好吧。好的，好的，拜拜。什么？买三角形的魔方，然后贴纸，那我买多买几个吧，就不清，我怕一会买少了又不清楚要的是哪一个。哎，你们为什么老是心心念念的，老是惦记你们真真老师呢？嗯，又没干什么，他又没干什么，就是觉得特别有用的事情，真的是，他自己也不懂好不好，真的是。好意思在那里叽叽呱呱。我是不是很懂这种什么姿势哦？就是穿就是洗完了以后又不穿喷刺，不穿喷刺了以后就很喜欢举，又喜欢在那里弄来弄去、扭来扭去的，真的是，反正左右都不把别人当人的就对了。你们真真老师，对，左右不把人当人就对了。对啊，他管你雅观还是不雅观。
养儿子女儿都一样吧，我感觉就是玩养女儿可以多打扮，这个确实是养男孩子没有的一个乐趣，因为讲道理男孩子的衣服好看的真的挺少的。哎，还说做完这个聊天，我感觉弄完也10点钟了，我跟你讲，就离谱。不想我心疼黑。我的纸什么？有啊，有做啊，有做。你怎么可能会不做啊？他忍不住的。就老大小时候的有好多衣服还能穿的，我跟你们说。吓我一大跳。哎，我跟你们讲个笑话，今天听到的，就是一个圈内的人说的，我们圈这边的人的说的，说
说最近好多双击特别的搞笑，很多双击特别的搞笑，就是很想送他们一句，就是不懂这个就是圈子就不要发言，会很丢人。然后那种就是觉得这个不是那个不是的那种，就不要再那种说什么，特别是阿恋姐姐哦，不要在那里酸了。你家哥哥这个什么样子？还有那种酸菜家的那种，也不要趁机出来说点什么啊，就是少酸。少酸好不好？这圈子就跟你这种圈子又不一样。不好意思，就是颜狗。你酸也没办法呀，龚俊他帅呀，懂不懂？就是他就帅呀，脸就长在那了，气质就在那了，又不瞎是吧？真的别酸啦，真的很难看，特别是那种通稿发的，让人家业内的人都要笑死了，就好像弄得别人不知道谁买一样，懂吗？就不要弄得这么难看，真的是，我自己都给整无语，懂吗？你哥哥那叫去的时候，那叫看秀。人家俊俊去，人家俊俊是嘉宾。对，品牌的就这么偏心。干嘛不敢怼品牌？就在那里酸酸辣吧唧的，挺没意思的。真的别酸了，你酸你是资源也就算了，你酸龚俊的时尚就没有必要了，因为好看不好看别人又不瞎是吧？那通稿买的那个酸气真的是冲破天际。
对啊，向白努力，向白努力。啊，品牌方借的裤子给他穿，他也穿不了啊，那腿那么短，又不能改。那双叉也是啊。对啊，酸什么呀？没用的。是 LV 还有点担心，别人看到你穿了以后，是不是以后穿他家的鞋都要踩高跷？人家也怕的呀，是不是？就是能参加就不错啦，哎呀。我知道我们都没有错，今天什么专场？什么专场没有？嘲讽专场，算不算？
错。什么？我说话还算是温和的了啦，我起码都不会攻击人外貌。我说过了，像那个酸菜这种长相什么类型的，我不评价哦，因为走演员路线嘛，演员百态，正常的。